记录一下这一时刻，来了来了，从那边上台，在那边上台的，哎呀，有请冰冰和 Team Boys， 请各位到场中。是。让我们有请新浪董事长兼 CEO、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为范冰冰和 Team Boys 颁奖。我们到台中，今年的微博 King 和 Queen 跟我们的这一次的联合主办浙江卫视也非常的有缘。我们知道冰冰在我们的挑战者联盟当中是固定 MC， 而 Team Boys 当中的王源是我们王牌队王牌的王牌队长。非常谢谢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还有现场各位粉丝们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2017年的 Team Boys， 谢谢。谢谢，恭喜我们的 King 和 Queen。希望将来有新的消息都通过微博及时向我们发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请大家坐坐，谢谢，恭喜你们。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还有现场各位粉丝们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2017年的 TFBOYS， 谢谢，谢谢。KOK 已经为各位揭晓了，当然这还仅仅只是开始。自从去年微博之夜我们启动了秀红大公益联盟，2016年微博公益也是收获满满。究竟在这一年当中，微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力，把爱汇聚成世界的力量，会进行到。